我是现任赛珍珠基金会董事长卢国成卢医师。那我今天以无比怀念的心情来怀念我们赛珍珠第一任的董事长冯贤妹冯董事长。我们知道冯董事长毕业于省立护专，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从事护理人员的他，因为抱着兰丁格尔的精神，所以对病患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后来他觉得他必须把身体力行照顾病患的精神能够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他陆续参加了中国家庭计划的学会，之后呢，也协助成立了第一届的赛珍珠基金会在台湾，那也担任了我们第一任的董事长。所以在过去60年来，冯董事长他一直身体力行，一直把他所有闲暇的时间都奉献在儿少以及一些贫困的家庭，尤其是在战乱的孤儿。那眼见到今天，那他主要着重在一些新住民家庭以及新住民家庭的子女的照顾。我想这些爱的延伸，也就是他护理人员精神最大的延伸。那我想我们现今赛珍珠基金会全体的同仁也会遵循他所留给我们的这些的精神，那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目标。我是赛珍珠基金会荣誉董事长尤英夫。当年因为处理台缅混血儿国籍事宜，而与当时的冯贤妹主任认识，一起来推动国籍法，让无国籍的儿女能够获得国籍之后在台湾顺利的求学生活。2001年，我从冯女士接手担任董事长，我们一起来投募资源，让基金会能够转型致力为财团法人台北市赛珍珠基金会。另外面，我们也从照顾台缅混血儿延伸到照顾经济极为弱势的新住民，结果可以说成绩蛮丰硕的。最近冯主任离开我们，但在离开之前呢，大力的捐助新台币100万，要购买基金会的办公室。可以说我们大家对他非常的感佩，我们希望在他的爱心感召之下，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帮助经济极为弱势的新住民跟他的家庭。
我叫庄立传，我是第二代混血儿啊。我祖父是美国人，那我父亲就是第一代混血，我是第二代。那我大概在我高中的时候就被黄阿姨找到，就来我家拜访。我妹妹跟我弟弟就是成为被基金会帮助的儿童。我后来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接受赛珍珠基金会的奖学金。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也将近50年了。这50年来，我觉得我跟黄阿姨接触的机会算是蛮多的，因为我除了在赛珍珠基金会的时候，那跟我们这边所有的大孩子一样，常常会来基金会，跟工作人员或者跟黄阿姨都非常熟悉。那即使后来我们成立了台北市赛珍珠基金会以后，由于黄阿姨的推荐，那我也成为赛珍珠基金会的 一名董事。所以在后面不管是在开董事会还是一些工作上面，我还是跟黄阿姨接触的非常多。这50年来，我觉得最想念黄阿姨的地方就是说，我想除了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大孩子每次谈到基金会或谈到黄阿姨，我们都会谈到暑期的旅游，然后圣诞节的晚会，或者说黄阿姨对我们健康或者学业上面的关心。除了这些以外，我想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我这50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过黄阿姨生气过，不管是对我们孩子或者对我们的家长，甚至是对工作人员，从来没有看到她不开心或对人不礼貌或者说生气。那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可能就像我们大部分的大孩子一样，常常有时候会难免生气，学业不顺，交友问题，各种各式的问题，可能我们也会生气，也会骂人。但是这50年来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他生气，那这一点对我影响非常大。对我本身，我也是尽量能够跟他学习。这一次黄阿姨虽然说离开了我们，但是我想不管是对我们的孩子还是说工作人员或者说董事会，我想我们都非常希望把黄阿姨对基金会的这种关心奉献能够传承下去。我也希望我能够继续在这边基金会能够尽我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基金会。那我相信黄阿姨在天之灵应该也会继续保守我们的赛珍珠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冯阿姨的女婿蔡文熙，结婚30几年，所以我跟冯阿姨的结缘也就有30几年。那从刚开始我就知道冯阿姨是从事慈善事业，所以她也很乐意跟我分享，所以她有什么事情在工作上面的事情她都会跟我分享，然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也会参与，所以我对基金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我多多少少都能知道。那赛珍珠基金会刚开始是美国分会，后来因为美国希望我们台湾能够自己独立成长，所以从赛珍珠基金会的分会变成协会到了基金会这些过程呢，其实我在那时候都有参与，所以我那时候也算是
协会的理事，刚开始的董事，我都有在其中，所以这样子过程里头，其实我更能够直接的了解到基金会的运作，跟这些早期这些大孩子，还有后来的认养人的这些爱的分享的工作，这是我很乐意的，很高兴。我也从这身上看到我的岳母冯阿姨对这些事情的认真跟关心跟爱的这个发散，从而我也对这个部分呢非常的很愿意付出我的时间跟财力。那刚开始能够在里头帮忙，那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暂时离开再生基金会。虽然离开，但是我也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不能就这样子放弃掉的。所以在没有时间的部分呢，在财务的认养上面，我也会很努力。除了自己本身，我也确实让我的同学，让我这些朋友能够对基金会的每年的一些捐助能够有一些一定的数量，让基金会能够愉快的能够很自然的能够运作下去。那认养孩子的部分呢，这个是不能断的，所以岳母有特别有跟我讲说，我能够把这爱的传承能够继续接下去，他会非常高兴，当然我也非常乐意。所以这个时候我跟我的太太还有两个小舅子，大家都愿意再捐赠的多认养三个孩子这个部分。那岳母还有一个说，让这些认养的孩子还有这个大孩子能够有一个家，所以他就主动的提出100万基金的购买办公室的基金，希望能够做一个种子，让这件事情能够承办。那陆陆续续我跟朋友也会为这个部分来继续努力，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力就出力，能够帮这个事情能够尽快圆满成败，让真正的这些受照顾的孩子们真正有个家。我是 Elisa， 我在基金会工作13年，这13年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候。我们最主要工作是跟帮助全台湾省的中美混血儿。在跟主任工作期间，他给我很多指导，相信他是赛珍珠基金孩子的妈妈，在我心目中他也是我的妈妈和我的阿姨。他给我帮助我很多成长，他是我这辈子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记得以前有个小朋友跟妈妈有严重的冲突，就背着书包蹲在我们基金会门口等我们来上班，看到那个情景更让我们觉得赛珍珠基金会存在的价值。赛珍珠就等于是孩子的家，主任也是孩子的妈妈，他们有什么事情一定会来，第一个想到就是想基金会，想到主任寻求帮忙。主任更难得更感念，他希望给基金会一个家，所以在他离世的时候还捐100万，希望借由他抛砖引玉，让各界响应，让赛珍珠基金会早一点有自己的家。